天怎么过，几天怎么过来？花了我四天，看了吧？哥，不打了。哎，等一，不打了。你明明逮住你啊？不打了啊。逮住了哈，逮住都是扫地下的哈，扫地下的人哈。啥专门发小汽车发了好几天。你这里逮住的，现在都在没逮。那现在钱晚了，赚钱早些，赚来早些。现在晚了，谁过节了？来晚了。看钱了不？无法又无这个事。没的，白看你多少年了吧？你知道吗？我你是犯了，都犯了，那不是犯一次了，我有的才犯三次了，最多了犯三次了。你都别滚倒走啊！我那才犯两次，我不犯你哪个？这人家现在几个亿都赔到你了，都看着了。你知道现在有现在几个亿吗？跟东江是一样的。